崇德济师至陈师德，艰辛传以良朴，是中华文化之道土。国学首问圣心，又明辨常无教圣人之傲志，真知而后知。黎明曙光照亮世界，旭日东升，崇德希望无限。日月和明星光在闪耀，薪火相传，惠民直到永远。让我们心手永相连，慈悲喜舍心愿永不改变，不分国籍没有界限，团结合作忠义精神展现。大爱散播四方，高传九州开创，让山野永续使命担当，前人永续领航，三界一愿弘扬，让崇德之光四海照亮。好，大家好，今天大家呢来到这个佛堂是来开法会，也就是所谓啊两天法会，因为你们大家呢都求过道，道呢是至尊至贵，老师师母二位老人家奉天承运，奉的是老母的命，我们的道已经普遍世界很多的国家了，这个可以证明呢我们道真理真天命真，现在道已经普遍全台湾，台湾已经是大开普渡啊，士农工商各界人士修道办道的处处皆是，甚至于成道的也是不在少数。既然如此，我们一定要给你们培养信心，因为这个信呢就是非常重要的。佛也说过，信是道德之母，信是功德之源，这个起信的责任不只是在你们的银宝师身上，他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所以我们这个责任要在我们道场，不只是人事方面，很广，在责任方面也是很大，甚至于前人点穿石讲师摊主和银宝师应该都要负起这个责任，所以必须要开两天的法会。今天大家都是诚心诚意来参加法会，那么你们的目的呢是来学道，方才我们已经请过坛给老母安过假，所以请过坛安过假以后，我们这个法会是一个神圣庄严的法会啊，大家一定要有一个主敬纯诚的心，虽然你们大家在这个时候没有看过仙佛，可是呢仙佛就在我们的上边，也就在我们的左右，所以当从圣人说过，身至各司不可堕司，神可异司，也就是说呀，仙佛他们的圣灵圣驾到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去思议的，如此呢我们怎么可以去怠慢不尊敬的心呢？希望大家在两天这个学道一定要主敬纯诚来学习。当中啊老母派明师度化众生的时候那么仙佛都定起了佛规了，这个道是尊贵的，我们必须要配合道的尊贵，是暗调仙良，我们的佛规呢定得非常的严格，一定要身家清白品行端正，所以今天来的各位都是很好的人格，那都是身家清白品行端正，怎么可以见得呢？因为你们当初求道的时候
燕宝师曾经立过愿，你们燕宝师曾经立过弘誓大愿，认定你是个好人，认定你是求道的，是完全好人，如果你这个人不太好的话，燕宝师也不会愿立愿，说是他说愿受天人共鉴，各位道亲要知道，如果你的饮食没有将道明白、研究明白的话，岂会拿立愿当儿戏啊？这是绝对不可能的。还有你的宝师，他对道有相当的研究，唯恐怕你没有信心，他所以跪在佛前立愿担保我们的道，所以道真理真天命真。云宝师立过愿以后传给你的道，那位点穿师呢，就是将道传给你们，代表老师师母受你这一点，就可以超生了死，同时你们的姓名在那个时候天榜挂号，地府抽钉，这可以说是一辈子最重要一件事情。那么既然是得了道，我们呢，在这儿学道就是天人合一。那仙佛帮助我们的人，我们人也要是帮助仙佛啊。所以在此三期末节大开普渡的时候，度化众生要启发信心的这个时候，一定要天人合一，一定要生人共拜。所以像这种庄严的道场办这个盛事，自古以来未曾有过的。今天对各位道亲来说是三生有幸。如果你前生姻缘不好，今生做人也是不太好，要来此参加法会就是不太可能的事情。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能够珍惜这个姻缘。就我个人来说，我的经验来说吧，我们开法会已经开的太多了我们台湾呢有七大道场，比如说云林县第一道场。那我过去在云林县帮老先生开荒的，在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是不容易的，有很多困难这个中间的历程是非常的艰难的。由云林县发展到彰化县由彰化县呢又发展到我们台北台中、苗栗、高雄、台南，现在已经说是七大道场。那么这些办道的人是士农工商都有，我们现在道已经传到知识分子，所谓读书人现在的知识分子读书人越来越多。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们这是三教真传，是圣人之道，所以知识分子他们都有理想，了解圣人之道知道我们三教真传，知道我们有名师传道种种的正言，所以他们就研究道，命理以后呢他就投入修道办道的行列。所以说现在的读书人大学生在我们这个台湾呢有100来所大专院校，都有很多人求道，不但有很多人求道，还有很多人修道办道。所以如果道没有至尊至贵，没有种种的印证这些个知识分子怎么会投入呢也因此我们读书人办得很盛很多，越来越多。那么在农业社会方面呢，在云林县那些个老农夫们呢现在还继续在修道办道，还有很多人在求道。现在在工商业社会求道修道办道也就更多了。所以这个道是不分富贵贫贱，也不分等级也不管你是哪一界人士只要你是善良人就可以求道，也就可以修道办道，将来当然也就可以成道。所以道的尊贵，天命名师的印证，那你们大家呢求道比较完了慢慢就会知道了尤其可贵的是我们的道在台湾又传到日本，日本人求道修道办道那非常的多呀，发觉到道的尊贵，有显化也有印证，所以日本人虔诚向道的那种心呢不亚于我们台湾这更可以显示说道的尊贵。有了日本道场之后，那我呢就有了信心了进一步开放到新加坡、马来西亚、
还有泰国以及很多的国家，甚至于我们在美国呀，也有不少的佛堂啊，倒是不分种族也不分国籍的，只要你是有缘人都可以求到啊。现在你们大家在这两天来学到啊，希望大家平心静气，主静存诚。圣人说过，既来之则安之啊，好好的遵守班规啊，遵守佛规啊，好好的要听啊这些个点穿师讲师给你们慢慢的啊这个讲解，更要默默的修啊，诚心敬意的我们都祈求老师慈悲，希望闭班的时候大家都有信心，更希望有了信心以后还要有愿力啊，出来以后我们实行圣人先佛所说过的信愿行，好好去做啊，将来我们就前途无量，我们也可以兴功立德。如果兴功立德的话啊，就可以道成天上，名留人间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讲到这几句话，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见。好，祝你们成功，好吧。